等黑妹做只猫主陈太好可怜啊。唉，失踪咗成个月嘅猫仔黑妹都赢月夜都未搵得返。成五十人寻日下昼响应网上号召嚟到陈太喺屯门华都花园嘅士多星门。多谢咁多嘅救命。伤心到爆嘅陈太话，虽然机会渺茫，但都希望黑妹可以返嚟过中秋啊。今个月二号，离奇失踪嘅黑妹一度怀疑系俾个猫义工偷咗，俾网民大起底，仲惊动埋警方添。弊啊弊在黑妹冇直晶片啦。其实陈太已经话咗，攞翻黑妹就咩都唔追究，希望个偷猫贼良心发现啦。